您是他什么人？您找他有什么事儿？您跟你这么说吧，我呀也是干这行的，所以打听他不是。哦，他这个人呢，心气儿高，脾气又大，怕是情行呢盛不下他。可他想干什么，我也说不清楚。 这一时半会儿的，他就想找个室友，也那么不大容易。说不准呐，他现在在哪个客栈猫着呢。可他在北京也没有什么亲的热的呀。得嘞，回头我要是见着了他呢，你就跟他说有一叫卢梦石的，找他呢，成吗？好嘞。哎，您是不是找活的呀？我也是宫里出来的，我可红白二都行。 二爷，二爷慢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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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爷，慢走，哎，慢走，二爷。二爷，楼上请。哟，二爷，您来了，来，您里边，咱里边。哟，二爷，您吃好了，您慢走，您吃的还好。 哎呦，得嘞，谢谢您了，这位也赏嘞。你说这人男的女的，看着男的，少年得志。哦，您是找那宫里边出来那大厨子是吗？没错啊，他一般不在我们这儿吃。哟，他都是下大馆子，什么四大楼啊、八大堂子，他都挨个吃遍了。你一般去饭馆子、饭庄子找他吧。得嘞。 回见了您。哎，好嘞。糖糖，哎呦，这位爷，有什么吩咐？这就是你们太兴楼有名的黄鱼羹。没错啊，这就是我们太兴楼最出名的黄鱼羹。 一绝吧，把你们堂头叫来。哎呦，这位爷，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儿，您跟我说就成了。哼，跟你说就成。去告诉你们掌上的大师傅，让他给我重做一碗。什么？重做一碗？嗯，我们太兴楼的黄鱼羹，重做一碗，没听说过。呸！你要是不怕砸了你们太兴楼的牌子，今儿咱们就得好好的说道说道。这位爷，这位爷。 您怎么了？有话跟我说。这是假黄鱼羹。哟，我在太兴楼当了这么多年的堂头了，还没听说过哪位吃家说我们这道黄鱼羹是假的呢。哼，要说是假的嘛，那也确实有点冤枉您；可要说是真的，那也是太抬举您了。哎，您可把话说清楚了，当了这么多客人。 您不能这么糟践我们太兴楼，我们可是正儿八经的老字号，九成文明啊！是啊，我就是冲你们这有名来的呀！啊，这太兴楼九成文明的压桌菜黄鱼羹，居然用小黄花冒充大黄鱼，您可别瞎说！把你们掌灶的大师傅给我叫出来。 客官，我这是做这道羹的厨子，请问您是？你是厨子，我问你，这道羹做的对吗？哎，他怎么就不对了？您说，哎，您要是说对了，我给您重做一碗。嘿。
我要是说错了，我愿意付五倍的钱。好，你要是说对了，这碗羹钱归我了，重做一碗也归我了。那好，这鱼它用的不是大黄鱼，是小黄花。再者，这鱼它没过油，直接就上锅蒸了，有股子土腥味儿。你再说这羹用的蛋清，它也不是三黄鸡的蛋。还有这勾的芡，它不是太白粉，是土豆子磨的。再说这蒸的火头也偏大了，盐放早了，鱼肉蒸老了。怎么着？是我付五倍的钱呢，还是？得得得，我给您重做。行家。这位您一听啊，您就是行家里手。这样，我把您请到后边，您教教我们的厨子怎么样？要不您做我的掌灶，每个月要多少担粮啊？您说。哼，我怕你请不起我。您看这样，我呀没工夫哄孩子。别介，哟，这位爷，哎，我听说金定师傅在这儿吃饭是吗？哎，他早了。早了。说您都出来了，也不奔这福玉德仇上去啊？出了宫了，还不如不出。事到如今都变了，人都变了。我听说怎么着，不干了？腻了。真的不干了？这一行我算是干翻了，不干，彻底不干了。啊！漂亮的爷，哎呦呦，大妹子，对不住，干什么的呀你？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切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哟。北京城有名的八大胡同啊，八大胡同啊，宫里待时间长了，傻了吧？我瞅着你，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来呀？你瞧，你瞧，你瞧，哎呦，吓成这样！嘿嘿嘿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不好这口，咱走。我知道你不好这个，我带你到这儿来呢，也不是逛着窑的。这儿呢有一搪瓷菜，嗯，味道还特别的好，请你尝尝。你可甭蒙我，你瞧，蒙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一江南小女子做的，那味道真是不错。是你想好了吧？你还别说，小模样长得挺可人的。走着，玉姑娘。哟，二位爷来了。哎，里边请。得嘞，六叔。哟哟，走着，您是客，走。哎呦，哎，别，上座。这，得嘞，李姑娘。哎，前两天我跟这小姑娘说过，说跟这儿定一桌。这不，客人来了，怎么着？准备的差不多了吧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。你呀，要是不说出个名头来，我们哪会做呀？哟呵，你口气不小啊。哦，这说出名头来，你就能做。你呀。要是能说出个名头来，小女子也倒愿意试试看。那好啊，满汉全席能做吗？哟，这位爷，您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这满汉全席啊，最好是在宫里头吃，才能吃出感觉，吃出味道。您说呢？哼，小女子不才，今儿呀。怕是让二位爷失望了。合着你也有不能做的哈？你姓什么叫什么？什么来历呀？小字玉厨。玉厨？嘿，你也叫玉厨？你六叔，走，您能错了？您坐，我跟你说，人家不是你这玉厨，人家是这个玉，白玉的玉啊，这厨，明白吗？
听上去不都一样吗？什么呀？得了，这都挺饿的了，麻溜着上吧。哎，那二位爷先喝口茶，慢等。得嘞。这小娘们鼻子还挺利索，这吃着才有味儿呢。哎，走来。这从宫里出来了，说说以后有什么打算？那些年在里头当差，倒也攒了些钱。嗯，这回出来了，想好好过过人的日子。这些年在宫里面日子不太好过，是吗？我十几岁就进宫了，几十年是见人请安下跪，装三孙子。哟。可丑不像那样人呢、啊。就我这臭脾气，跟瑞泽他们老不对，一直就没落好，我整天就想整我，这不头一个就把我给裁了。说起两年前那档子事儿，我这一直挂着，都是夫君的牵连。那倒不是，这可是冲我来的呀，倒是我牵连了老掌柜。那不管怎么说，我敬重您的手艺。我更敬重的是您的为人。你也不含糊，哎，搞咱们秦行的就得讲点江湖义气，你说是不是？六叔，您要是不嫌弃啊，打今儿起咱们俩交个朋友，以兄弟相称，您看行吗？成。那我就叫您兄弟了。陆哥。你的哥的意思。二位爷，您要的菜来了。哎，清炖二鲜头，红烧都督门面，狮子头，素炒豆芽菜，照着卢掌柜喜欢的，随随便便，简单明了。什么二鲜头啊？不就是鸡头鸭脑袋吗？不错呀，可这有讲头。有什么讲究啊？这位爷，俗话说您当鸡头不当凤尾。这是什么门面？红烧都督府门面。不就是猪脸肉吗？对呀，会吃肉的就爱吃这一块，这个部位整天活动，所以不肥不瘦，有嚼头，而且血流通得好，还金贵着呢。你想这一张脸有多大地方啊？孟石，哎，他这可是糊弄咱们。兄弟，别这么说呀，来，您先尝尝，尝完了以后您再说，成吗？那二位爷先慢用。哎，得嘞。味道怎么样？嗯，这味道还真不错哈。怎么个不错法？哼，你说这都是些普通的家常菜，那确实做出了不家常的味道，这不结了吗？你说这鸡头、猪脸肉、狮子头，极普通的菜吧，可跟他这儿就能做出极不普通的味道来，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啊！哎呦，行了，也就是那么回事儿。你说你这人，得了，吃。嗯。哎，小双子。你这柜台都擦两遍了，我敢不擦吗？掌柜的一进门就摸，有一点头都不成。哎，你说也是，咱们怎么就摊上这么一掌柜的，是一点懒都摊偷不了？就看在钱的份上吧，这两年的零钱可也拿了不少。他拿的再多管什么用啊？他这全都得捎回老家去，这我们家还指着我盖房呢。不是。啊，过来！哎，你包的是哪一片啊？嗯，大堂包间、门窗、桌椅，还有墙面、地面，都擦干净了。啊，擦干净了。低头，看这儿，这叫擦干净了。糊弄我是不是？重新来。哎，程顺。哎哎，掌柜的，这儿呢。
哎，包子那一片弄利落了。这个烤炉、炉台、堆放柴火都按照您的吩咐，该过水的过水，该过碱水的过碱水，该过胆子的我也都过过胆子了。得嘞。哎，队长，队长，您看看，这个是我昨儿练的字，怎么样？昨晚上写的。哎，正经的不错，好好的干啊。哎。老唐唐，这吵什么呢？听说对门要卖铺呢。哎，瑞英不是跟着他妈回蒙古老家了吗？我听说瑞英有病啊，在那个地方治不了，就又回来了。哦，画鼻子这两天啊，正找买主要卖铺面。仔细打听着，问清楚哪天卖啊？哎，卖点力气，小生贼。如果少爷回来了，再投的本钱咱们还能再开张。英哥不正经干，开了也没用。傅聚德这两年可是活道法了。画鼻子啊，我托你的事办了吗？哎呀，还是没找到买主。这前门脸这么旺的铺面没人要。大表姐啊，我跟你说了，您别生气啊。我是找了几个买主也来看过了，人家闲着了死了人了，这闲了两年不吉利。人要是倒霉啊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连给个价的都没有啊，只能低价出手了。就低吧，我们娘俩也不能饿死啊。想当初我开这个买卖，就是家道有时被无时，谁想到老爷子的。我们也不能守着烙饼挨饿呀。大表姐啊，瞧您说的呢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再怎么着您也不至于挨饿呀。这两年是坐吃山空，英哥呢也不找个正经事儿干，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。我要担子有办法，我也不能想办法卖他呀。是，大表姐，你看，您和少爷要是真心要卖，我呢就立个文书，去找个买主去。行，你看着办吧。有什么事儿你就找我，甭问他，省得招他烦。那少爷的病还不见好啊？还那样，一着急发火就来劲儿。啊，一个老大夫说了，他要是有气有火啊，你就让他发出来，这个病啊没药治。这倒是个办法。花鼻子，嗯，这事儿我就交给你吧。嗯，交给我？你是看着他长大的，那脾气秉性你都摸得着。他要是有气有火，你就让他打几下骂几下，那不就得了吗？成成，谁让咱们是亲的呢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啊。这福聚德的生意做得可够热闹的，便宜了他卢梦石。一个闲了两年的铺子，要1000打呀？嘿，毕竟好啊，那可是镇静开饭庄子的地方，北京城里头有名的肉食口。再说那全套的锅碗瓢盆、桌椅板凳、灶房、焖炉、烤炉，就俩火子都是现成的。那也不值1000两，你看看，这我这是看着你真心要买，我才跟你拉这条买卖呀。嗯，东直门里头老刘家，德胜门外头王，你在这说着有5-6家呢，这都跟我说了，我谁都没答应。
你再跟本家商量商量，能不能再便宜点啊？一口价，要买就买，不要不买，人家这边都等着呢。你可别蒙我，我蒙你干什么呀？我还有一个童子不是，是不是？我蒙你干犯不着，那得有点挠头。那这么着，我跟他跟本家说说，好吧？让他们连后院的他家当呢也全部都卖了，这样呢，到时候你就搬两床被窝，就可以开张了。一千就一千，我还真想开家烧鸭子的馆子。哎，来，干了吧。这么大个馆子，连后院带家具，就卖了500两。哎呀，我的大表姐，就这个价呀，还是我好说歹说砍下来的，人家根本就不想要。那这还不如我当初盘下这个地盘的价钱呢。他是啊，那这不是赶上乱年头了吗？乱年头啊，人家都想攒钱，他不想花钱，不是？这要再赶上打仗，钱带得走，那铺子带不走啊，是吧？这个价要再不卖，还得跌，500两也卖不上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卖就卖吧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啊，你可别跟英哥说卖的这个价钱，要不然他又该直目瞪眼的犯病了。哦，我明白。那咱们就找人立文书，捡好日子过户。哎呀，行啊！哎呦，这阵子把我忙的呀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事儿成了有你一份。十义居东家瑞英，苑江饭馆十义居，卖与张孝和。房产过户张孝和名下，饭馆内一切炊具、厨具、锅碗瓢勺、桌椅板凳等等一应器物，均作价卖给张孝和，共487块大洋整。即日财物交割，两厢情愿，恐日后口说无凭，立据为证。啊，众人已经事先在上面签名、摁手印了，您呢，也在上面签个名、摁个手印就行了。就这么点儿。这个价是事先讲好了的。这么一市一居，连房带地还有家具，就值这么点钱？这事我事先跟大表姐讲过，现在卖不上价。可不是嘛，就这个价，我们在外头都还找不到买主。心呢，这是别理他，别理他。上面，哎，不卖了，不卖了。嗨，都说好了，临时变卦呀？怎么了？我不卖了，怎么了？我不卖了，怎么了？少爷，少爷，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买主，别不卖了呀！我说不卖就不卖了。哪有中途反悔的？少爷，您又犯病了。他有什么病？疯病！都说好了说变就变呢，你他妈才有病呢！我滚出去了，你滚出去！这么大人说话不算话！哎，别！咱们好不容易找到门，你也出去了。谢谢您，好好好，谢谢慢走您，慢走您。哟，大爷，大爷，来了您，来，有请的。您
热闹。哎，里面请来，里面请来。属于我们自己个儿的家，那还得用你请。好些个事儿都跟您说了。说。得嘞，得到里面走着去。哎，走着。您说不卖咱就不卖了，不卖也好。哎呀，可就是咱们拿什么支应这一个大摊子？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你给我想办法把这买卖做红火。我就是不能让福聚德卢梦石专美。是少爷，您说的对。哎呀，可这眼下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那哪样都需要钱呢，何况这一个大饭庄子。甭跟我这提钱，我就是跟卢梦石置这口气。哎呀，少爷，我知道您心劲儿高，不服输，尤其是看不得他妈卢梦石这种小人，他得志，生气，我也生气。少爷，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，但是从小到大，什么时候你为这些柴米油盐这些琐事操过心？现而今你要支撑这么一个大饭庄子，什么都得从头开始，锅碗瓢盆、桌椅板凳。灶上的、厨上的、柜上，甭净跟我说这些没用的。我说了不卖就不卖，我说开张就得开张。哎，可少爷，您得算一笔账。咱们原来卖铺子那是得一笔钱，现在要开张那得拿出一笔钱来。咱们这笔钱从什么地方拿呢？嗯，是得用一笔钱啊。对。你给我出个主意啊！这放高利贷？不是，对，借高利贷，借不行，利太高了。这要真借了，钻到他那个套里头，没完没了，永远出不来了。跟亲戚借点，您又拉不下这个脸来；跟朋友借点，我没朋友。这会儿他妈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平常就知道他妈混吃混喝，是吧？一到关键时刻，那撂蹶子就跑了，什么他妈仁义道德讲义？你这出主意呢？你对，不是出主意。嗯，啊，少爷，嗯，据我呀，从一旁观察呀。这钱还得从你娘那儿解决。我娘那点钱这两年早花光了。据我所知，私下来还有点钱。娘，您尝尝张一元的新茶。香，这可比咱们老家那茶饼子好喝多了。那是，钱还好。多少钱？多少钱一两？你就喝吧，管它多少钱呢？那可不行啊，这眼下可不比从前了，咱们干什么事啊，都得算计算计。这再算计，也不能没了您的茶喝吧？您不就这点嗜好？英哥，那市一居重新开张的事儿，筹划的怎么样啊？差不多。娘看出来了，这回呀，你是真的长大了。这长大了有什么意思？还不敌不长大。看，又说傻话。我呀，就是盼着你。把市一局干出点眉目来，这生意上有什么为难的事就跟娘说啊。娘，我是想把市一局做大，
跟对门唱对了，我就不信我干不过卢梦石。我再想想办法吧，但实在不行了。实在不行，你就说话。娘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多了没有？你看，这些够不够？娘，这些啊，是娘的陪嫁品。三十多年了，再苦再难，我都没舍得用它。娘，这都是些稀罕的宝贝啊。你姥姥就我这么一个闺女，我出嫁的时候，她就把这个包包塞给我，跟我说，不管将来你们瑞家、我们客家出了什么天灾人祸，这些钱呀，都够你和孩子过一辈子的。老了可真有远见。是啊，这老太太呀，什么事儿都是早看一步齐呀。娘，这些是您的嫁妆，又都是些珍宝，您还是留着。行了，这天底下哪有什么珍宝啊？就我儿子是个宝。娘，这回我要干不出点样来。哎呀，行，娘不叫你发誓，我只叫你伤心。哎呦，师傅，我在这儿呢。来。你不干活上哪儿去？下埋我去了。二掌柜的让我们给掌柜的归置东西去了。你就是墙头草，随风倒。不是，哪儿风景让往哪儿去。掌柜的是你祖宗，给他干的。我就瞧不上他，一肚子花花肠子。好好干活啊！哎，我出去溜溜去。我又来了，怎么着？今儿个闹俩炮吧？上次欠的钱还没还呢。这欠你的还你，至于吗？干嘛这么急死白咧的？呀，拿钱呢？这行不行？你又拿这玩意儿顶账。上次你拿的是白菜头、甜面酱，这次你给我弄只鸭子来，我这是杂货铺啊。这可是正经的玉泉山小白眼鸭呀。肉又嫩，个儿又大，这一只烤熟了就值两块大洋呢。哎，瞧瞧，瞧瞧。哎，就这一回，好，下不为例。好，给我找个地儿，我就在你这儿抽了。这边。今儿个把大家伙叫在一块堆儿啊，不是我诚心要跟谁过不去，也不是说我诚心要找谁的茬儿，我呀就是要跟大家伙讲讲这个理儿。什么理儿啊？家有家规，店有店规嘛。咱们以前有店规，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数。其他的做的都不错，可有一样，不能小偷小摸随便的拿东西，有人在犯。昨儿个店里面又丢了两只生鸭子，我还告诉你们啊，每天这鸭堆缝出多少只鸭子我心里有数。昨儿个丢这两只生鸭子，既没入炉也没报废，更别说上桌了。晚上嘛，抱着汤锅也对不上号，哪儿去了？我还告诉你，偷鸭子这主啊，别让我给逮住了，逮着我就重罚了他。聪明点的呢，好好的改喽，改不了就给我走人，啊，嗯。另外还有一点，知情不报者，我也得罚。今儿个这事儿还不能算完，每个人回去啊，都好好的琢磨琢磨啊。先散着吧。
活给我干仔细了啊。哎，你这是干活呢你啊，行，您看这是东西哪跟换一人似的。哎，多干活使手啊，慢点。哎，好嘞。你这窗棱子安不上，你不能愣往上安，拿下来修啊你。这干活你盯着。哎，好嘞，你们给我好好干啊。累了身子。还拿我当少爷一样吗？换大碗。那是你放木头的地方吗？不是给你们家干活呢。拿下来。哎。你们这东西，咱们这比他们那边棒多了。回去吧，省得看他们生气。我让他们看着我生气。对对对，让他们生气。你说说啊，咱们这买卖以后该怎么干？哎呀，还怎么干？咱们卖咱们的焖炉烧鸭子。你呀，这脑子也不是不够使，就是不往正道上用。哎，我听您的。您想想，我费这么大功夫跟他福聚德对着干，为什么？这人啊，得争一口气。对，要想点高的。人家说不卖烧鸭子，卖什么呢？一头肉。废话，我问你呢。我告诉你，你干那些事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那卢梦石恨你，也不全都是捕风捉影了。那，你好好动动你那猪脑子。我这脑子是得猪猪脑。我夸你。哎，你没长毛，你长毛比猴都强。哎，是我没长毛，长毛比猴还尖。哎呀，老太太来了。哎呀，大表姐，您来，您怎么来了？二舅子，快搬凳子。哎哎，搬凳子来，快点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您说您来干什么？别累着呀。哎呀，行，您来这儿干嘛呀？在家里头待不住。我的心思啊都在这儿，我还不如过来看看。哎呦，我得看看我儿子这两天都干了些什么。真漂亮。哎，对了，我还带了葫芦兽呢，拿屋里去。进去吧。哎呀，这么热的天，你看真是。哎，说的就是呢。哎呀，这个克灵香可不是个一般人物啊。那是第一条。哎呀，倒是瑞德为了这门亲事啊，可没少下功夫。或者你说要是没这门亲事的话，他能当上包华剧的大总管？哎，邪福兮祸所依呀、啊、要没这包华剧大总管呢，兴许不至于有后来。嗯，哎怎么这不许睡懒觉，能不能加上早上？好啊，啊，看着不顺就改改。好好，字儿写大点，或者找一个显眼地儿给它贴上。这瑞英算是把你恨透了。你就恨呗，我也是没辙。为了救老掌柜的，不是。其实啊，这瑞英啊，说白了，就是一个大少爷坯子，啊，最可恶就那花鼻子。我看呐、啊。这是一局是要大干一场，和咱们对着干。嗯，干就干了，多嘛，没没，这我倒不怕。肉是这条街上饭馆的多了。再说了，这瑞英和那花鼻子那两下子，我也不是不知道。是。哎，那不许耍钱。这，你看这晚上也不许他们出去。那玩玩纸牌逗逗缩胡不成？玩玩纸牌逗逗缩胡听起来是当小事儿，可是啊，
玩素的不过瘾，他就得挂点小，一沾钱就上瘾。您说这赢的上瘾吧，这输的他也更上瘾啊。一共就挣了那么仨瓜俩枣的，还得惦记着给家里寄养家糊口啊。往小了说影响和谐，或者往大了说呢，他就影响买卖。还有一条，就按你的写，知道了没说啊。干了。说小偷小摸，你这我上一回指的还就是这一条。你跟我实说，那两只鸭子是不是罗德呢？你别惹他。你都知道这事儿？这罗大头啊，他好抽两个。嗯，没钱的时候就顺手捎带点东西给当。老掌柜的说他就这样，那就拿这儿跟自个儿家似的，顺手就拿。这福居德不是靠他撑着吗？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。这我得说您两句，对罗大头您不能太宽容了。孟石啊，凡事别太较真儿。不成，上梁不正下梁歪吗？活福居德要都这么拿，甭开了。他不是福居德的老人吗？他对福居德还有功呢。有功怎么着？真别让我给逮着。福老太太做寿，上赶着的我还不要呢。他要金玉满堂，这叫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你是说，越复杂的事儿，你把它往越简单里做。这什么呀，萝卜白菜的。以前大宅门里烤厨子，
就用这几道菜，哎，简单但最考功夫了。讨个秀外慧中、冰雪聪明的厨子。别出声，跟我走。我干嘛跟你走啊？有话这儿说吧。你是一定要把大家伙都吵起来是不是？我的头，我这是给你留面子，想想啊，跟我进屋去。我怎么了？你给我留面子。捉奸要捉双，啊，拿贼要拿赃。上一回就丢了两只，一只没抓着，这一回怎么说呀？这琴行里啊，有一句老话，说厨子不偷，五谷不收。不是这个理儿，那是人家糟践咱们琴行的。人家为什么就瞧不起琴行啊？自己个儿不能走下作。说说吧，店规是怎么规定的？对于偷盗怎么处罚？盗罚赔钱，立马解雇。再说一遍，盗罚赔钱，立马解雇。罗师傅，瞅见谁偷的鸭子吗？我，你瞧，你不第一个起来的吗？这干什么？这干什么呀？这大半夜的啊！子琪啊，你来看看什么？瞅瞅，幸亏发现了，不然的话又少两只不是？嗨，哎呦，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看哦，你这我你又拿鸭子去换烟炮？子琪，你瞎说什么呀？什么？人家大头第一个发现的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我都让你给弄糊涂了，这是。瞧，大头啊，那不你第一个起来的吗？想想。是，我一听见有动静，我爬起来了。后来，卢掌柜的就来了。哎，算了。没丢不是吗？没丢就算了。这大半夜的，万一出什么大事儿呢？散了吧，睡觉去。都回去吧，早点歇了。罗师傅，我谢谢你这一回，早点回去歇了吧。奶奶，您的生日啊，马上日子就到了。我姑啊、英哥他们也都回来了，我们哥俩预备给您办大寿吧。啊，不过生日。妈，今年可是您的80大寿啊。什么世道这么乱，还过什么生日啊？不过，奶奶，这要是当年呐、皇上太妃早就一纸内务府给您暖寿了。哎呀，皇上都快让人家赶出宫去了，咱们家不定什么时候搬家了呢。你看你怎么怕好吧、我把这话说下，咱们走着瞧。哎，奶奶，您看呢，这些年了，您的生日啊，正日子一到，
怎么着也得来一群王公贝勒。哎，那都是冲你爷爷文华殿一品大学士的面子。是，都是您老一辈的面子，我们算什么呀？黄鼠狼下耗子，一窝不如一窝的。话是怎么说的呢？得，我又说错了，我掌嘴。哎，行了。可是您想想啊，要是我们一点都不准备，人家又该说我们儿孙不孝了。哦，给过生日就算你们孝顺了，我指望你们个个好学上进啊。这日子越好越倒霉，干的不如不干的呀。没一句话好听的，出去，别搅我念经。哎呀，妈，您看这五儿说的对，办吧办吧啊，怎么说也是八十大寿啊。啊，奶奶，您看，哎，这两年呢，皇族啊、八旗啊都不吃香了。哎呀，这王府败的呀，都快成了荒地了。我们琢磨着啊，我们给您办一大寿，哎，兴许啊，咱们家又精神了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，拜得好，那拜了才好呢。我正想出家住庙去呢。哎呦，妈，您这是说什么呢？办吧，办吧啊。我拿点钱。哎呀，谁要你的钱呢？那我就着手预备了。冯姐，您喝口茶。等会儿。我说你这是抄了哪个二斤了，这么上劲儿啊？啊，我要么不干，要干了就动真格了。那是那是。嗯，哎，我说啊，过两天就老太太生日了，你真是一点都不管呢。姥姥不是说不过吗？再说了，我哪有功夫管这些呀？他呀，每年都说不过。不过呢，今年呢是得省着点了，但是又不能不够体面。哎，我让望春台的御厨给做一桌新鲜不贵的，你看怎么样？有日子没上望春台了吧？嘿，那小娘们的菜是越做越好。瞅瞅。有点样没有？啊，哎啊，真是啊，焕然一新，这就叫做置于死地而后生。爷们啊，二哥，瑞爷怎么着？还卖鸭子？当然得卖鸭子了。我就是心里窝了这口气，非把对门给比下去不可。不过我又不想跟他一个样。哎，小二，有什么好主意没有？对门卖烧鸭，您这儿也卖鸭子啊？真是啊，做饭馆子就是不怕扎堆儿，不怕打擂台，就怕没特色。哎，接着说呀。我说句您不爱听的话，这对面的福聚德还真是有点特色，他进的全是喝玉泉山泉的小白眼鸭呀。从选鸭、进鸭、填鸭、片鸭到做工、考工，道道工序严格把关，是丝毫不马虎。这是几十年来老掌柜的手底下定的规矩，而且价格也便宜。价格便宜，一般说来，便宜没好货，这话对不对呢？对也不对。这一般的说来，便宜的就是没有贵的好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便宜的也不见得没有好东西。还有一句话不是？物美价廉，人家福聚德占的就是这一条。我降价，降的比他还便宜。不是降价，是涨价。涨价？嗯，进来，跟我说说。都取喽，取。点点。哎，我说您这几天这银子可花的不少啊。嗨，这些年在宫里我可受够，这好不容易出来了，我得好好的享受享受。那您都说说您是怎么享受的，让小的也开开眼。嘿嘿，告诉你啊，可是这北京城
我是听完了庆乐听天乐，吃完了泰丰，我吃同风。那您就没来点时兴的玩玩？什么时兴啊？哎，快说说。比如六国饭店、跑马场、大观楼的西洋景。嘿，没听说过。哎，说细点。六国饭店全套的洋派，站门口的都穿西服，比大经理都穿得酷，进去的非富即贵，尤其是尊重女客。得嘞，回见吧。哟，嘿嘿，有点意思嘿。嘿，哟，哈。嘿，赌什么呢？Good evening, sir. May I help you? 好好一中国人，不会说中国话呀？我们这儿主要是为外国人跟华人的上流社会服务的。什么是上流啊？那就有钱有地位的人就是上流。哦，哎，这宫里头出来的，他算不算上流？您说的是皇宫吗？对啊。那当是最最上流的了。得，今儿晚上啊，你就好好的伺候伺候爷爷，爷爷就是宫里头出来的。您是宫里干什么的呀？你看我像干什么的呀？嘿，哎呦，您真是皇宫里出来的？你看呢，王爷。那，把你们这儿的好吃的好玩的，通通都给我弄来啊！哎哎，是是是，赏钱少不了你的。哎，好嘞。刘爷，您这房钱也该清清了吧？回头跟你清。哎，您先别走，那个，要不我把账单子拿给您过过吗？拢共多少吧？不多，也就132块大洋。132？哎，咱掌柜说了，咱这店里这两天流水有点周转不开。前两天我不是跟你们结过一笔吗？那不是什么毛巾、椅子、牙粉钱，还有什么买早点、买宵夜的跑腿钱吗？那不是小零碎，得，回头跟你算，少不了你的啊！哎呦，哎，刘爷，您慢走，您呐就把房钱呢赏给我们。呵，合着你们还是怕大爷我不付给你们钱是吧？我可告诉你，在宫哪儿的话呀，哪儿的话？您是谁呀？您是堂里的内公公啊？公公？谁是公公啊？你他妈才是公公呢！嘿。是哪王八蛋背后编排我哈？我打出他人脑子来不可！谁呀、啊？得，我有罪，我们有罪。哼，公公，我才是公公。刘爷，刘大爷，刘老爷，您体面留小礼吧。再不收回来呀、啊，掌柜的就把我们给辞了。钱，给你。欠你的，看看这个事儿弄，咱们这儿没有厨子了。哎呦，这哪是没厨子，这您谁都看不上您这个。我听说咱这还有宫里边的御厨，我给这儿子办满月，你看这事儿赶的，你看看去。我跟您讲啊，现在宫里的厨子没几个了，这功夫又都有事儿，您干嘛非找宫里的呀？就他们这些手艺都不错呀，您不就给儿子办个满月吗？呀。这话可不能那么说，
我这个儿子他可不是一般的儿子呀。哦，这个算命的说了，我们家这个光宗耀祖我全都指望着他了，我现在糊弄他，他敢明儿他还不得糊弄我呀。大爷有的是钱，花多少钱我也得请宫里边的御厨。嘿呦，您说这事儿的，哎，来了，这是宫里顶头的厨子。哼，你是宫里出来的哟。你出多少钱呢？真的假的？你可别糊弄我。假的包换，珍珠都没有这个真，正经宫里的。说吧，只要你开得出价啊，我就给得起钱。只要你出得起钱，我就对得起你这价。揍你了。哪儿啊？刘师傅，里边请呗。请。喝茶。嗯，好茶。这是什么茶呀？碧螺春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的，我从宫里边找那个小太监偷回来的。他说这是贡品呗。您识货，看来呗，他还真没有骗我。眼下这茶庄子里卖的碧螺春那都是假的，真正的碧螺春产自于洞庭湖中央的一个小岛，哎，还不满岛都是，只有在东洞庭山的山顶上那么两株茶树，这两棵茶树上产的茶才是真正供奉用的碧螺春。那它怎么这么贵呀？那不是一年四季都能摘采的呀。清明谷雨时分，这茶长出那么一点嫩芽的时候就得采了。哎，靠前了不行，芽还没长出来呢，靠后了它也不行，叶子太大了。清明谷雨错前错后采的那都不是碧螺春。这沏茶除了讲究茶之外还得讲究水，江水、湖水、河水、井水、雪水，各沏各的茶，各有各的味儿。看来真是从宫里边出来的。闹了半天你考我。我倒是跟你实话实说啊，如今这个年头我呗，他尽是假的呗。我这个小儿子后天他过满月，哎，您看这个。来得及，我说个单子您给写下来，就照着单子上的东西去采办，到时候我亲自来料理，保证误不了事儿。拿笔墨来呗。我说你写。吕宋青鱼翅，不要散翅，两尾，鲜贝十斤，燕窝两斤，石斑鱼十斤，鲍鱼十斤，海参十斤，小子鸡20只，母鸡3只，鸭1对，鹅1对，乳鸽5对，鸡蛋30斤，鸭蛋5斤，鹌鹑蛋5斤，鲜羊肉、鲜猪肉、鲜牛肉各20斤，大棒骨1副，腔骨1副，口外鲜�蘑5斤。嫩笋3斤，玉兰片5斤，各种时鲜蔬菜买足买多，葱姜蒜花椒大料桂皮豆蔻13香，大油素油香油白醋米醋老醋粗细盐备齐了，大米白面等等，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？这个清楚吧倒是清楚了，这得多少钱呢？这个多少钱我就不管了，我在宫里的时候我是只管做他不管买，我要什么他们就得给我备些什么。这还不得500两银子呀。差不多吧。商量商量，要不那么着，全都减半，你看行我行。到时候不够你可别赖我。够了够了，就刚才您点的这些个东西啊，
就是全村的人他都来了，他也治不了你呗。那好，你找几个打下手的，盘灶备料，该过油的过油，该上屉的上屉，该熬汤的熬汤，大后天正日子一早就来安桌。是了，包。哟，这位爷，怎么着您？跟您打听点人。说，这御膳坊的御厨刘金定师傅是不是跟这儿住啊？在这儿住，就跟那儿住。啊，那他人呢？这会儿跟一正定口的乡下土财主啊走了，给那儿子呀办满月做席面去了。给土财主做席面？嘿，哟，他应付得了吗？这个？嗨，这不都是被钱逼的吗？要不怎么能住我们这儿来呢？得嘞，回见了您。回见。哎，回见。下月初七我奶奶过生日，哎，玉厨啊，你得给我做一桌啊既好吃又不贵，哎，既新鲜又特别的菜给我奶奶祝寿啊。玉厨只会做几样家乡小菜，恐怕您府上要的我做不了。哎呀，寿宴你会做什么？你报几样。寿宴，嗯，珠联璧合，富贵有余，连生贵子，百年好合，蓝田种玉，好事发财，春苗飞絮，金玉满堂。哎，好，图个吉利就要金玉满堂。嗯，不过呢，我们家老太太呀讲究多，这桌菜啊不能用鲍参燕肚，也不能用山八仙海八仙，那得做出来呢比那山珍海味啊还出奇。五爷，您这不是开玩笑吧？寿宴不用这些，难道你想做素宴不成？祝寿哪有上素菜的，又不是出家。五爷，您这不是难为人吗？您，我这是瞧得起你，给客服老太太做寿，上赶着的我还不要呢，你还拿糖。五爷，这金玉满堂啊靠的就是海陆奇珍，用的都是上等的贵品，讲究的是手工细活，这样才配得上这么金贵响亮的名字。您这寿宴要不用这些，真是不好做。说吧，做还是不做？五爷，不是不做，是没法做。哎，我说，咱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吧。五爷，五爷，五爷，玉芝姑娘，这好菜如同好文章，那是得为难出来的，啊？各位乡亲们，大婶儿、大婶儿全都来了啊！今天我是这个老年得子来，谢谢了啊，谢谢了啊，捧场了啊！哎，咱们呢先停息，过一会儿呢就上菜了啊！好了好了。谢谢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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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爷，老爷，大事可不好！明儿个你要是听我的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什么事儿？火上了房了？你也可不笨，比火上房还要了命呢。怎么事儿啊？这是完了，全他妈完了！咦，大起子这怎么说你也个呀？你快点跟我去看看去吧，老爷，快点走啊！辛苦照顾着啊！哎，你捏点，捏点啊！哎呀。赶紧去看看，看看去吧！叫我看什么呀？你找的什么的厨子呀？怎么了、啊？整个都是一个胡来。嗯啊，比起我那个技术差得远着呢。这个也不要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哎，我说，您买的这东西可还不够啊？我都花了这么些个钱了，都快300两银子了，还不够啊？
你说这叫什么料？咱就说这鱼翅吧，啊，我说起码要买5斤以上的，这多少啊？2斤，撑死了它也就2斤。你再说这燕窝，这哪是观燕盏呢？这都是些碎燕。嗯，鲍鱼也就是12头的，海参那不叫梅花参，叫黄玉参，不能用。我说呀，有些人呗，都是庄稼主啊，他比不了宫里吧？对付对付得了吧？我挑了2天，这都是挑出来的，全在这儿了。全都在这儿呢？啊，还好，够坐一桌的了。你这是跟我说什么啊？我说紧紧巴巴的，刚够一桌。就够一桌啊？哎，我花了那么多钱，我那个料啊，哪儿呢？你把这些个东西都给我搁在泔水缸里了啊？你这不是造物去吗？这个还给我倒弄一桌，你让我那酒桌的人都喝西北风去啊？你嚷什么呀？这些料啊，够坐一桌的了。你给我滚！你跟谁说话呢？我跟你说话呢，怎么着？我还怕你呀？哼，滚！行，你让我滚，拿钱来，付完了工钱，我立马走人。还工钱没给人干活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时候我要不给你送到衙门口，这我就算对得起你。你没钱就别充那大力丸啊！你还要宫里的厨子，你还要宫里的规矩做，哼，得了吧你！我告诉你，就你这点料啊，他根本不够坐一桌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不用你轰，我呀还不伺候你了呢！你个土老帽、土鳖，你屎壳郎上城墙，你架出大网钉啊你！哎呀，你说这个挨千刀的，你说庄稼主咱这钱他中你吗？你说这个挨千刀的，你往他高啊！哟，大车，嘿，大车，捎我一段啊！哎，捎我一段，哎。哟，刘师傅。哟，是你呀、啊！来走走。您这是路过呀，还是进城啊？特意的来接您。哎呦，成嘞，谢谢啊！哎，等着您，师傅。走。你就把我搁在城里，或者放到我琴行就成了。说你这人怎么这样？这说了一道了都。您啊，跟着我奔琴行拿你的行李，然后直奔福记阁。我不去。怎么呢？你干嘛那么倔呀、啊？我用不着别人同情我，这哪是同情？瞧你说的，我这是诚心实意的请您嘛。我不想干了，干不干？咱们到了福记阁再说，成吗？把事，你给我停下。停下，停下。哎，怎么的？哦，人家说刘金定被人赶出来了，没辙了，去了福记阁了。琴行里传出去笑话，哼，我呀，落不得这名声。哎、金定、哎，兄弟，你干嘛走啊？嘿，别去。真倔，你说这人嘿。嘿嘿嘿嘿，自己个儿跟自己个儿叨叨什么呢？这是？哟，是你啊？跟这儿买菜呢。嗯。啊。今儿个订了几桌啊？啊，这两天啊没工作。你说我想买点什么菜？这个我瞅着还。玉树姑娘，必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吧？哟，感情你会看相啊？这话说，掌柜的嘛，就得会察言观色。说说，客服啊，要一桌席，嗯，新鲜好吃还不能太贵，又不许用什么山八珍、海八珍，嗨，我都快愁死了，这叫巧妇难为无米炊，这是挺难的，这也没什么难的，感情不是你做，我们都头疼好几天了，你瞧。这叫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哟，你能有办法？我一准能给你想一主意，信不信？
那你跟我回去商量商量。我还没吃饭呢。吃饭还不容易啊，哪都成。那哪成啊，我就得吃你做的。程顺，程顺，哎，大教官，发什么愣啊？麻利的，先回去吧。啊，哎，哎，那走着。走啊。临时急忙的，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就一碗阳春面。嗯。这会做饭的主啊，讲究的就是手到擒来嘛。啊，比如说一根咸菜吧，哎，它能做出与众不同来。哎，你上次给我做过一回啊。得嘞，说点真格的，这客服这桌席要点什么呀？哦，是给客老太爷做寿用的，他要金玉满堂。金玉满堂，这也没什么难的呀。你见过？你说这金，它有什么好？不就瞅着黄吗？它还俗呢。是，有人呢拿这金箔是炒的菜，那不是吃，生白朴用。你再说这玉啊，有什么白玉、翠玉、凝脂玉，冷冰冰的，要我说一点人情味没有。论吃味儿，金玉是最没用的东西。您琢磨琢磨，记得我上回跟这儿订过一桌菜，临时给我凑的吧？可我说什么来着？想想。你是说，越复杂的事儿，嗯，你把它往越简单里做，这就是难中取易的办法。这不结了吗？金玉在外，败絮其中。这不好，或者你要给他翻个个儿，变着。秀色在外，金玉其中，一准吃出去好来，吃出一个意外。这样就是最简单的，哎，它也是最难的。有了，奔厨房，走着。你们请，你们请。哎呀，张三爷，您来了！您好，您好，往里请，哎，里面请。哎，哎呦，王爷，您亲自来了，您还这么硬硬拉拉吗？老没见到您了，太太好，您里边请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呦，常二爷，您好，给您请安了，哎，里边请。妈，那人都来的差不多了，快去吧。我不去，我说过了不去。哎呀，你这。奶奶，哎呀，奶奶，您快去吧。所有人都问呢、啊，哎，老寿星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就等着您了。姑啊，赶紧给奶奶换上衣服啊。哎呦，我说过了我不去，你不听，净弄这些俗套。哎呦，我这都劝了一早上了，这老太太就是纹丝不动。奶奶，今儿来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呐、啊，都是冲您来的，您不去不行啊。五哥啊，你也该忙点正格的啊！你世袭你爸爸掌管着皇粮禄米仓，可你没一天好好的干过，你没按时的给各旗发放老米，你可倒好，整天的在饭馆里、烟馆里混。行了行了，弄这些摆设的虚套，这些不都是为了您吗？我都八十了，你才三十啊！你就喂喂你自己吧。行行，过了今天呢，我全依您，咱们去吧。啊，哎呀，走吧，不去。哎呀，你先给奶奶换衣服，我先过去照应着啊。妈，哎，张二爷，于老师，上次跟您说的事儿，我给您打听了，这事儿您可不能着急。我想，诸位诸位诸位。老太太呀，这就到，这就到。没外人，就咱们这些人，也没搭棚。老太太呢，遵循呢励精图治，所以呢，也不让大操大办了。哎，五爷订的这桌菜啊，不是什么四大堂八大楼的大席面，但也新鲜特别。
五爷啊，今儿有新鲜的，您怎么不早说呀？早说，早说还不够您一人吃的呢，那还不上个月就不吃不喝了啊？五爷啊，说真格的，今儿您订的哪家的菜先露个底儿？告诉你，怕你不信，这可是桌特别的菜啊，这会儿还是个谜。哎，邱先生，您又卖关子。实话跟您说，连我也不知道。克老夫人大寿，健康吉祥。这个是做菜的？哦，他叫御厨，这名字是大的给起的。那意思呢，他做的菜呀，比宫里御厨不在以下。御厨姑娘，五爷为老太太订的菜都准备齐了。五爷，您订的菜是金玉满堂，御厨儿带来了。御厨啊，给大家说说怎么个金玉满堂啊。金霜乳唾，好燕窝二两，用天泉水发好，银针挑去黑丝，加嫩鸡汤，好火腿玉柱蘑菇微成绿色，吕宋青纱翅不用下淋，只取上半圆根，用肘子鸡汤鲜笋冰糖炖两天，微成金色，小刺身滚肉汤泡三次，鸡汁、肉汁、虾子汁烧成枣红色，再加三钱西施舌、七个乌鱼蛋、十枚银杏，配上笋尖丝挤一堵，香菇木耳野鸡片烧几个滚，勾琉璃芡下明油倒挂出锅，盛在金托金盖四爪金龙脖里，叫做金玉满堂。这还不得几两金子？五哥、啊、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，你怎么全没往耳朵里听啊？奶奶，今儿不是您80岁大寿吗？哎，就这一次，这也是让您高兴嘛。我不吃，我吃了掉头发。哎，奶奶，您别走啊！这些东西是给皇上吃的，我不能吃，吃了越治。妈，一楚，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？你还来真的了？你看，老太太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刚才呀、啊、我跟您说的金玉满堂，现在估计已经没有人能够做了，就算我会做，这料啊和这功夫也搭不起，所以啊，我今天给您做的金玉满堂是我自己发明的几道新菜，上吧。哎，这什么呀，萝卜白菜的，你喂兔子呢？大白菜剥五层去菜心，取第六、第七、第八片不老不嫩的帮，片一寸大小扇面片，先磨水泡一刻钟，沥出水汽，滚油花椒至糊后淋出。白菜片入滚油，爆火翻折两道，放盐，点醋少许，不容变色即出锅。其特点是色泽四溢，清淡爽口，又香又脆，余味清新。说的再怎么好，这是炒白菜。哎，这不是山芋吗？山药去皮儿，切成菱形厚片，入水浸泡，水中加海米，点白醋，沥水后过温油，沥油后加料蒸制，自然挺刮不绵软。这里边啊，最关键的是醋的使用，多了山药里的淀粉变质了，色就不对了，少了不脆生。什么青椒肉丝炒鸡蛋阳春？李厨，你敢糊弄我？你说下去。老太太，这几道菜呀都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，也是家家饭桌上经常能够吃到的，谁也会炒，谁都会做，可就是这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菜，你要是把它做好了，做得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味道，那可就难了。以前大宅门里烤厨子啊，就用这几道菜，哎，简单但最考功夫了，一般都做不好，能做好的申报赤赌那都不在话下了。
所以说是这最简单的才是最难的。行了，还替他说话，他这是做不出金玉满堂来，在这跟我编呢。天然去雕饰，清水出芙蓉，好个秀外慧中、冰雪聪明的厨子。修先生，把你刚才说的那个理儿再说得透点儿，我想听。哎，是老太太，这最简单的才是最难的。听起来是句极普通的话，其实这里面有思路、感悟和顿悟。做菜也罢，做人也罢，简简单单，实实在在，如老子所言，大象无形，大音希声。也就是说，从繁文缛里到返璞归真，绚烂之极，归于平淡，进入一种大境界。对，诸位啊，起筷子吧，这就是我想要请各位吃的金玉满堂。味儿真地道，灶间里头都就位了，都就位了，就等着您亲自点火了。这是商会送的喜帐是吧？对对对，挂好了啊，慢溜的啊，明儿开张用的炮仗呢？定了，马上就送到。该请的人那帖子都发了没有？帖子都发出去了。你看啊，五爷、七爷、贝勒爷、纳王府、伊王府、恭王府，反正啊都说来呀、啊。这不民国了吗？这把一老一少没人请了，也就没地方吃饭了。他没地儿吃了，才来我这儿啊？哎，不不，那这些人不都是您让请的吗？啊，我请他们，是为了表示市一居的身份地位。是是。我瑞英开馆子，不是卖鸭子大饼讨俩小钱儿，咱跟对门的福聚都不一样，跟卢梦石那货就不是一个等级的。可是他妈，他卢梦石算什么玩意儿啊？和咱们比？你给我记住了啊！有市一居才有我，有我就有市一居。我这次啊，是泼出命去跟他们干，跟他们拼了。您先坐着歇着，我过去忙活着。都慢点儿的啊，还得干活。是天
福聚德啊，给您贺喜来了。姓卢的，我跟你吃冰拉冰没话，你给我走着。这是跟咱卯上了，较上劲了。只要能把对门压着，赔着本我都卖。这市局刚开张，这人们都吃个新鲜，图个痛快。他打功夫压的牌子，你就不会打自己的？